的女郎。儿子，妈妈不是反对你结婚，妈妈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你真心喜欢的对象结婚。妈妈不会害你的，你要听话。妈，我觉得秦律师挺合适的。不可以，他那种不认真、不严肃，视婚姻如儿戏的态度。你们就是结婚了，迟早也会离婚。再说，我们家就没有出过离婚的夫妻，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您口口声声说为了自己儿子好，您有考虑过他的真实感受吗？之前杨华不想结婚，您一直逼着他去相亲，他现在想结婚了。您百般阻挠，单身怎么了？结婚怎么了？离婚又怎么了？您在意的到底是别人看待您和您儿子的眼光，还是他的真实感受呢？作为一个母亲，应该给予他最大程度上的理解还有包容，避免遭受社会偏见带来的伤害，而不是站在他的反面，用这种偏见去伤害他。儿子，咱们回家。妈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再也不去逼你相亲了。你哪怕就是一辈子单身，妈妈也不会多说一个字。走，儿子，咱们回家。妈，我最后再说一句，我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咱们用这种方式交流。我不希望你以后没有事先通知我就来到我的工作场合跟我的同事谈论任何跟我有关的事情。你这种人眼里没有长辈，没有领导，你再请我我都不会来。走，儿子，我们回家。走。不对，不对，来，在这儿。不好意思，让一下。你不是走了吗？你的办公室在哪里啊？那边。怎么回事？是单身太久变得给点阳光我就灿烂了吗？不过被人宠爱的感觉真是很久没有了。你还有别的鞋吗？嗯，平时少穿点高跟鞋，在家也不老光着脚。知道了。谢谢。今天我妈今天我替我妈给你道歉，希望没给你添什么麻烦。没事，我回来的还算及时，破坏程度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你先说。你说吧。我今天回家一趟，跟我妈谈一谈。
你想说什么？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商量，但是不方便，回家再说吧。好，回家说。秦律师，你是不是一个好律师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确定一点，就是你有一个好律师具备的好口才。我受之无愧。回家说。有事吗？喝酒啦？一点点。我之前说有事想跟你商量，你现在还清醒吗？没问题。对不起啊，我要先去洗个澡，喝多了，洗完澡再跟你说吧。你这个人就是如此的倔强，现在已经11点多了，生命无常，时间有限，我们这具皮囊并不完美，脆弱如丝，它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承载灵魂的容器，你要好好善待它，不然就浪费老天爷赐予你的天赋和美貌。喝醉了。我还有文件要看。不，你不想看。我不困呢。不，你困。我想睡觉啊。你想睡。不是我。不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简直美得不可方物，我都要感叹造物主的神奇。窗外更深露重，今夜落花成冢，春来春去去无踪，徒留一帘幽梦。晚安，我的女郎。晚安，我的女郎。